快走，你不能在村里待了。怎么了？金水叔说的呀，跟我走。您就是陈队长吧？是的。我们是县里的。何去？听说你们那天路过东阳，扑灭了大火，救了全社的财产。哎，应该的，这应该的。哦，这人都到齐了吗？都在外面，都到齐了。哦，我们怀疑这场大火呢，是有人故意放的，所以说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调查公社的纵火案的。金师哥，那火可是咱们救的，就不算了。是啊，谁都不要松口。如果谁功夫鸡毛的，那他就不是我们陈家村的人。朱德，你赶紧带两个人把那头猪给杀了。啊，快！哎，走，我跟你去。我爸说了，你呀就踏实的住在这儿吧，他们挨家挨户的查，都查完也得两三天呢。可惜咱村那头猪了，他们得吃干净才能走。把猪宰了？嗯，不是说明天留着下宰用吗？青毛哥，你可千万别下去啊，这些人查得紧呢。他们住哪儿？吃住都在公社。小顾，哎，你先下去，不要让他们怀疑。好。哎，等等。喝，来，吃这个。慢慢用。啊。来，带两个勺子过来啊。好。我吃肉，吃肉，吃肉。是啊。为什么？真没看到是谁放的火？我们关在屋子里，怎么看得到呢？那这绳子，他说断了就断了。那个绳子是我们自己弄断的吧？是你弄断的还割断的？而且我听说你孩子还去找你了。别以为我们好吗？这叫什么性质啊？啊？这叫包庇罪！我们全村人都脱不了干系的。他儿子是跟我们关在一起的，这民兵他们都看见的。那另外一个孩子呢？就是跟别小孩换鞭炮那个。另外一个。让一让。而且你们为啥被关，我们也问出来。陈队长，你带你的生产队去干嘛去？我们就是出去。嗯。你们别查了，火是我放的，龙这放的。怎么就不拦着点儿呢？我跟金水哥在屋里说的话呢，他撞门就进来了。他也太有主意了，胆子也太大。他是怕连累我们。可金毛他本来也不是咱村的人呢。这谁说的？这谁说的？快站出来！明天一早，金毛就要被他们带到县里去了。大家想想法子怎么救他，不能让这个孩子这一辈子毁在这个世上。金水哥，这抓他的是公家的人。金水叔，你说为了一个捡来的孩子把咱村全都搭进去，这不值吧？这是啊，金水叔，咱们总不能半路把人给抢了吧？我就是抢了。金水，大不了我去定罪。带社员金毛换汤的是我，放火逃走的也是我，二罪归一。
金水哥，你看，我们每家门口都挂了一块肉，这谁干的？燕叔，这，你这这，怎么你家这？燕叔，啊？咦？全体陈家村公社社员请注意，纵火犯于昨天夜晚逃跑，全体集合。集合。全体集合。哎呀，大哥，丢个纸条。金水叔，我不能连累大伙。当年我的命是你们救的，我一辈子也还不完。金毛会回来的。想造反呢？谁再上天，全部带走！您都回吧，都散了吧，回去好好的过你们的安稳日子，别再给我惹事了。求你们了啊！回吧。